俾香港人聽係唔理想，但佢乜嘢都冇做。其實呢個係由一啲已經係係，如果有損失嘅話咧，係等於謀殺嘅。對於特首，會展是為一個臨時的醫院，現在呢有41個已經確診的市民呢在家裡等的，二個呢很清楚不是不可以住酒店，而是應該呢這些所有的酒店呢都是要將它分隔，是有機會去播毒冇機會嘅播毒。而家林鄭呢係完全冇理佢哋，總之求其搵個地方住住呢，其實呢個係不負責任嘅。呢十二間酒店入面住咗可能係完全冇任何風險，冇病徵，甚至可能旅客嚟嘅。點解我哋嘅政府可以容許喺香港入面係可以將一啲已經確診嘅病人住喺間酒店嗰度而同其他人一齊呢？有没有更加离谱的事？政府完全不做事是不负责任。我们有个办的，我们找了个最新的数字呢，就是在那三日经过机场的数字是35613，另外内地访客是6946，其他的访客是6569，即是超过40000多人。政府放生呢40000多人，唔好俾佢做一個強制嘅檢疫，甚至係俾一啲外地或者內地人咧喺香港而唔需要隔離咧。而家睇成就係播毒嘅最大嘅源頭。我請佢即聯絡翻啲，包括有35613個香港嘅居民，同埋喺香港逗留冇離開到嘅內地客或者其他訪客，立即。因為這些全部都有在航空公司的記錄的，請立即呢是追查他們，要求他們呢去作由現在開始都是一定要做家居的檢疫，以及最好在這些的幾萬個裡面呢，我們盡早是要聯絡他們，必要時呢是所有的我們都跟他提供一個呢是病毒的測試，阻止他們呢是再播毒。這超過30000多、40000人呢是沒有需要隔離的，但是這樣的做法就正正令到這些病毒影響他的家人，影響社區，影響全個香港，政府的責任呢是相當巨大的。最後一點我想補充呢，就昨天大家都聽到呢整個醫管局或者整個香港都沒有足夠的設施，但其實香港有很多很多很多是地方呢可以做一個臨時的檢疫或者逗留的。我舉幾個例子，第一一些空置的校舍，第二一些空置的政府宿舍，舉個例賣地賣了幾次都賣不到的文輝道的宿舍有很多的單位。第三現在很多的大學的一些的場館是沒有，由於大學都停了課的，譬如港大、中大或者在市區的城市大學或者理工大學的體育館都是適合是作為短暫檢疫逗留，或者是當這些的被檢疫的人士或者等緊個結果的人士逗留的地方，這些都是應該去做。這個政府呢是完全無能，完全呢是不思進取的。這個病毒影響了香港這麼久，但每一次都是那件事件發生要令到有人受苦，好像個劏房的住客和他的媽媽一樣受很大的苦，然後才會做事，我覺得這個是絕對不負責任。想問回丹尼斯怎麼看，就是23條就是很遺憾和可惜至今都還未 做到，還有葉國平都最近都寫一篇文要求政府盡快要立23條，你自己怎麼看？其實咧，繼何君堯搞呢個23同盟之後，
猛咁講話要馬上就住廿三條立法。到到姚波平最近嘅文章咧，就話咩越遲做就代價越大。再加上今日林鄭月娥嘅講話咧，其實好清楚噶啦，係寫咗喺牆上邊，就係二十三條呢個硬任務咧，係中央要特區政府同埋建制派必須要做。咁佢哋係幾時會做呢？我唔知道，會唔會係七月前一定要通過，或者係九月立法會選舉之後翻嚟馬上做呢？我唔知道。但係好明顯嘅就係我哋要時刻警惕，唔好相信呢個政府咧係會聽到香港人嘅聲音，知道其實而家根本上香港係冇任何迫切性要去立二十三條。如果立嘅話，只有一樣嘢會發生，就係攬炒。呢個係咪林鄭月娥同北京就係想香港共同攬炒，就係為咗呢條二十三條呢？究竟上年逃犯條例是完全沒有吸取一個教訓，這個是不是真的就是這樣呢？其實你看回上年呢，大約都是這個時間到他拿逃犯條例上來立法會的，就說一定要七月前通過。我只能夠說就是大家千萬不要有半點鬆懈，以為呢在疫情那裡呢，他們不會去疫情發生的時候，他們不會去做一些傷天害理的事，但這個絕對是有可能。OK， 有冇问题？好，唔该晒，唔该晒。真系打牌。